挑几个。这看着看着，你看黑这个，那黄的黑的。这个黑的你要吗？啊，黑的你要吗？我黄的要贱点呗，便宜点的你都行。啊，这里要一对福啊，1234这个算。啊，那就那嘛，16。这也没有那500斤那么高，500斤，没500斤那样。那个多，啊，你看这几万鱼，这个得多，这样的多点，多少钱？10斤的，你整高了的啊？2万往里说，啊，我不说，卖不上啊。找找找这牛没有600斤也接不了，就卖一个。那，这个得多大呢？就那一个那个大，那个大，这个稍微大点儿，叉炒叉小点儿，这些稍微大点儿，哎，那个那个能稍微小点儿，啥都有，没啥，来个1、2下，啥？这个到这里面翻满花那个顶。咱们给这玩意儿搞的，就它是质量牛，那没标，你这玩意儿标不好啊！你这整地的哪功夫还能吃完呀？这牛犊子瘦啊，行了，差一半了，你整一下得了。这里家家都没人，你这搁地里找的。这憨啥的，万一你要挑就省干了。小屁股还行，挺宽敞。能挑几个？挑五啊，那个黑的算什么？对，不算。他挑的是这个，那个，哦，这个啊，这个仨。你要进哪？就这几个进哪儿呢？耽误点儿。那你说有人，你说给我这个牛，他带俩人来。